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曹魏康僧楷译。我闻如是，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窟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了本际，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大号，尊者人贤，尊者离垢，尊者明文，尊者善识，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优楼平罗迦舍，尊者伽耶迦舍，尊者那提迦舍，尊者摩诃迦舍，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杰宾纳，尊者大柱，尊者大净智，尊者摩诃周那，尊者满愿子，尊者离障，尊者流冠，尊者坚福，尊者面王，尊者义圣，尊者人性，尊者迦勒，尊者善来，尊者罗云，尊者阿难，皆如斯等上首者也。又与大圣众菩萨聚，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一切菩萨，又贤护等十六正士，善思义菩萨、信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会上菩萨、智床菩萨、吉根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托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诸菩萨无量横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处兜率天，弘宣正法，舍彼天宫，降神母胎，从幼邪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度，六种震动，举声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示范奉事，天人归仰，事先算计，文艺设欲，博纵道术，惯练群集，由于后援，讲武示义，现处宫中，色位之间，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扶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真妙衣而着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现五浊刹，随顺群生，事有尘垢，沐浴金流，天岸树枝，得攀出池，灵勤一从，往易道场，吉祥感征，表彰工作，哀受诗草，夫佛树下，家夫而坐，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率官署而来逼视，智以智力，皆令降服，得微妙法，成最正觉，示范其劝，勤转法轮，以佛游步，佛吼而吼，叩法鼓，吹法锣，执法剑，剑法床，阵法雷，药法殿，
述法语，言法师，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度，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众魔折布，莫不归服，国裂邪网，消灭诸见，散诸尘劳，坏诸欲欠，严护法城，开禅法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位，获诸封禅，处功德，是福田，欲宣法，现心孝，以诸法药，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受菩萨记，成等正觉，示现灭度，整寂无极，消除诸漏，直众得本，具足功德，微妙难量，由诸佛国普现道教，其所修行清净无秽，譬如幻师现众异象，为男为女，无所不变，本学明了，在意所为，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贯宗履练，所住安地，米不敢化，无数佛度，皆悉普现，未曾慢自，悯伤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菩萨经典，究畅要妙，名称普至，道誉十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佛所住者皆已得住，大圣所立而皆已立，如来道化各能宣布，为诸菩萨而作大师，以甚深禅慧开导众生，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明了诸国，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畏之网，晓了幻化之法，坏裂魔网，解诸缠缚，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怨三昧，善立方便，显示三圣，于此化中而现灭度，亦无所作，亦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具足成就无量总持百千三昧，诸根智慧广普既定，深入菩萨法藏，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住深定门，悉睹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请无不周遍，济诸巨难，诸贤不贤，分别显示真实之际，得诸如来辩才之智，入众言音，开化一切，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而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贺复群生为之重担，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绝，心大悲悯众生，演慈辩受法眼，度三趣开善门，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树，如纯孝之子爱敬父母，于诸众生视若自己，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之等菩萨大事不可称计，一时来会。尔时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微微，尊者阿难成佛圣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今日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微微，如明镜镜隐畅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备尝瞻睹，殊妙如经，
为然大圣，我心念言，今日世尊著奇特之法，今日世雄著诸佛所著，今日世眼著导师之恒，今日世音著最圣之道，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得无经佛念诸佛耶，何故威神光光乃尔。于是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诸天教汝来问佛耶，自以慧见问威严乎。阿难白佛，无有诸天来教我者，自以所见问思义耳。佛言，善哉阿难，所问甚快，发身智慧，真妙辩才，悯念众生，问思慧意。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初兴于世，光阐道教，欲整济群蒙，会以真实之力，无量义劫，难执难见，由灵瑞花，时时乃出，今所问者，多所饶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所导欲，慧见无碍，无能恶绝，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复过于此，诸根越狱，不以毁损，姿色不变，光颜无异，所以者何？如来定慧，究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谛听，今为汝说。对曰：唯然，愿要欲闻。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定光如来心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自有如来名曰光远，赐名月光，赐名旃檀香，赐名善身王，赐名须弥天官，赐名须弥等药，赐名月色，赐名正念，赐名离垢，赐名无着，赐名龙天，赐名夜光，赐名安明顶，赐名不动地，赐名琉璃妙花，赐名琉璃金色，赐名金藏，赐名岩光，赐名岩根，赐名地种，赐名月相，赐名日阴，赐名谢托花，赐名庄严光明，赐名海觉神通，赐名水光，赐名大香，赐名离尘垢，赐名舍厌意，赐名宝岩，赐名妙顶，赐名永力，赐名功德持慧，赐名蔽日月光，赐名日月琉璃光，赐名无上琉璃光，赐名最上首，赐名菩提花，赐名月明，赐名日光，赐名花色王，赐名水月光，赐名除痴明，赐名度盖横，赐名净信，赐名善素，赐名威神，赐名法会，赐名鸾音，赐名狮子音，赐名龙音，赐名处世，如此诸佛皆悉已过，尔时赐有佛名是自在王如来，因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谢，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越狱，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永哲，
与世超异，亦是自在王如来所。其手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以颂赞曰：光颜巍巍，威神无极，如是严明，无与等者。日月摩尼，珠光艳耀，皆悉隐蔽，犹如巨墨。如来颜容，超世无伦，正觉大音，响流十方，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履，殊胜稀有，深地善念，诸佛法海，穷深尽奥，究其崖底，无名欲怒，世尊永无，人雄狮子，神德无量，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米不懈脱，不失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备作大安，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数如恒沙，供养一切斯等诸佛，不如求道，坚正不却，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富不可计，无数刹度，光明夕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令我作佛，国度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双，我当悯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隐，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于彼，历经所欲，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假使身止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中不悔。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度，令我于世速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本。佛告阿难：时是自在王佛欲法藏比丘，汝所修行庄严佛度，汝自当知。比丘白佛：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横，我闻此已，当如说修行，成满所愿。尔时是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得其妙宝，人有至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于是是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度，天人之善恶，国度之粗妙，应其心愿悉现与之，时彼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度，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静，智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五劫，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横。阿难白佛：彼佛国度寿量几何？佛言：其佛寿命42劫。时法藏比丘摄取210亿诸佛妙度清净之横，如是修已，亦彼佛所，其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佛言：世尊，我已摄取庄严佛度清净之横，
佛告比丘，汝今可说疑之事实，发起悦可一切大众，菩萨闻已，修行此法，圆至满足无量大愿。比丘白佛，唯垂听察，如我所愿，当具说之。设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终之后，复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真金色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形色不同，有豪丑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是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诸劫世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深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闻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资阶称我名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佛度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饰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由诸佛国修菩萨横，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力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横，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
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请，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讽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度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度，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事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横，若不如是，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触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梵横至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要修菩萨横，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因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缝导染换着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度，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诸根缺漏不具足者，
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住世三昧，一发一情，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行，具足得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普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志，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誓不成等觉。离欲深正念，净慧修梵行，至求无上尊，为诸天人师，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度，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开彼智慧眼，灭此昏盲暗，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工作成满足，微耀朗十方，日月即重辉，天光隐不现，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常于大众中，说法狮子吼，供养一切佛，具足众德本，愿会悉成满，得为三界雄，如佛无碍智，通达米不照，愿我功德力，等此最圣尊，思愿若克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花。佛欲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遇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成地不虚，超出世间，身要寂灭。阿难，法藏比丘于其佛所、诸天模范、龙神八部、大众之中，发思弘誓，见此愿已，一向专制庄严妙度，所修佛国
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不可思议照载永劫，积直菩萨无量德横，不生欲觉、嗔觉、害觉，不起欲想、嗔想、害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无染慧痴，三昧常寂，智慧无碍，无有虚伪谄取之心，和言爱语，先意成问，勇猛精进，志愿无倦，专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恭敬三宝，奉事师长，以大庄严具足众横，令诸众生功德成就，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画，远离粗言，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语，自利利人，人我兼利，弃国捐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无殃数劫，积功累德，随其生处，在意所欲，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教化安利无数众生，住于无上正真之道，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君、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四世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称说，口气相结如优波罗花，身诸毛孔出旃檀香，吉祥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珍妙花香，增盖床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诸天人，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道以来未经几时？佛言，成佛以来凡历十劫，其佛国度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阔旷荡，不可限极，西厢杂策转相渐入，光鹤玉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度无须弥山，即金刚为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西渠井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恶鬼畜生诸难之趣，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若彼国度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及刀立天依何而住？佛欲阿难，第三炎天乃至色究竟天皆依何住？阿难白佛，横业果报不可思议。佛欲阿难，横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诸众生功德善利，住横业之地，故能尔尔。阿难白佛，我不疑此法，但为将来众生欲除其疑惑，故问思议。佛告阿难，
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耀言之，乃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或有佛光照于七尺，或一游旬，二三四五游旬，如是转备，乃至照一佛刹。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其有众生欲思光者，三垢消灭，身意柔软，欢喜踊跃，善心生焉。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寿终之后，皆蒙解脱。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耀十方，诸佛国度莫不闻焉。不但我今称其光明，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咸共叹誉，亦复如是。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为诸菩萨声闻之众所共叹誉，称其功德，至其最后得佛道时，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亦如经也。佛言：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昼夜一劫尚未能尽。佛欲阿难，又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汝宁知乎？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声闻缘觉多共集会禅思一心，结其智力于百千万劫悉共推算，计其寿命长远之数不能穷尽，知其限极，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亦复如是，非算术譬喻所能知也。又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佛欲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如大目犍连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于阿僧祇那由他劫乃至灭度，悉共计较，不能究了多少之数。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假使有人悉其一毛以为百分，以一分毛沾取一滴，于意云何？其所滴者于彼大海何所为多？阿难白佛，彼所滴水比于大海多少之量，非巧力算术言辞譬类所能知也。佛欲阿难，如木莲等于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即彼初会声闻菩萨所知数者犹如一滴，其所不知如大海水。又其国度七宝诸数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珊瑚树、玛瑙树、砗磲之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树银叶花果，或有银树金叶花果，或琉璃树玻璃为叶花果亦然，或水晶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珊瑚树玛瑙为叶
花果亦然，或玛瑙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砗磲树重宝为叶，花果亦然，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茎，琉璃为枝，水晶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花，砗磲为实。或有宝树白银为本，琉璃为茎，水晶为枝，珊瑚为条，玛瑙为叶，砗磲为花，紫金为实。或有宝树琉璃为本，水晶为茎，珊瑚为枝，玛瑙为条，砗磲为叶，紫金为花，白银为实。或有宝树水晶为本，珊瑚为茎，玛瑙为枝，砗磲为条，紫金为叶，白银为花，琉璃为实。或有宝树珊瑚为本，玛瑙为茎，砗磲为枝，紫金为条，白银为叶，琉璃为花，水晶为石。或有宝树玛瑙为本，砗磲为茎，紫金为枝，白银为条，琉璃为叶，水晶为花，珊瑚为石。或有宝树砗磲为本，紫金为茎，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晶为叶，珊瑚为花，玛瑙为石。行行相直，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顺，时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和。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数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周匝条间垂宝璎珞，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颜照耀无极。真妙宝网罗覆其上，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闻其音者得身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澈，不遭苦患，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触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诸恼患。阿难，若彼国度天人见此树者，得三法忍：一者音祥忍，二者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愿故。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伎乐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伎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其讲堂、经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珍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
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纵广深浅，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相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抵白银沙；白银池者，抵黄金沙；水晶池者，抵琉璃沙；琉璃池者，抵水晶沙；珊瑚池者，抵琥珀沙；琥珀池者，抵珊瑚沙；砗磲池者，抵玛瑙沙；玛瑙池者，抵砗磲沙；白玉池者，抵紫金沙；紫金池者，抵白玉沙。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花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头花、芬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亦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令至膝，即至于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颈，水即至颈；欲令贯身，自然贯身；欲令环腹，水则环腹。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静若无形；宝沙映彻，无身不照；杯栏回流，转香灌注；安详徐氏，不迟不急；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或实力无畏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无声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生称其所闻，欢喜无量，随顺清净离欲寂灭真实之意，随顺三宝力无所谓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名曰安乐。阿难，彼佛国度诸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音声，神通功德，所处宫殿、衣服、饮食、众妙花香、庄严之具，由第六天自然之物，若欲时时，七宝波器自然在前，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如是诸波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亦以为实，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已化去，实至复现，彼佛国度清净安稳，悲妙快乐，赐予无为泥环之道，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贤同一类，行无异状，但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颜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乞人在帝王边，形貌容状，宁可累乎？阿难白佛，假令此人在帝王边，羸陋丑恶，
无以为喻，百千万亿不可计备，所以然者，贫穷乞人抵及私下，衣不蔽行食去之命，饥寒困苦人理殆尽，皆作前世不值得本，积财不施富有一千，但欲堂德贪求无厌，不信修善犯恶山积，如是寿终财宝消散，苦身俱积为之忧恼，于己无益徒为他有，无善可护无德可恃，是故死堕恶趣，受此长苦，罪必得出，生为下贱，与彼思及，视同人类。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由宿世积德所致，慈惠博施，仁爱兼济，履信修善，无所为政，是以寿终福应，得生善道，上升天上，享资福乐，积善于庆，今得为人，乃生王家，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所敬视，妙医真善，随心福欲，素福所追，故能至此。佛告阿难，汝言是也，既如帝王虽人中尊贵，形色端正，彼之转轮圣王甚为鄙陋，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殊妙，天下第一，彼之刀立天王又复丑恶，不得相遇万亿倍也。假令天地彼第六天王百千亿倍不相类也。设第六天王彼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待，百千万亿不可计备。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花香璎珞增盖床幡微妙音声，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无量宝网弥覆佛度，皆以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真意，庄严孝饰周匝四面，垂以宝铃，光色晃耀尽极严厉，自然得风徐起微动，其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急，吹诸罗网及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又风吹散花遍满佛度，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馨香分裂，足履其上倒下四寸，随举足矣还复如故，花用以气地折开裂，以次化末清净无疑，随其时节风吹散花如是六反，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伟业焕烂明耀日月，一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36百千亿佛，深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
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佛说《无量寿经》卷下，曹魏康僧楷译。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于正定之具，所以者何？彼佛国中无诸邪具及不定具，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佛告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身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于彼东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
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尔时世尊而说颂曰：东方诸佛国，其数如恒沙，彼度菩萨众，往尽无量觉，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然，彼度菩萨众，往尽无量觉，一切诸菩萨各积天妙花，宝香无价衣，供养无量觉，闲然奏天乐，唱发和雅音，歌叹最圣尊，供养无量觉，究达神通会，游入身法门，具足功德藏，妙智无等伦，慧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恭敬绕三匝，起手无上尊，见彼严净度，微妙难思议，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应时无量尊，动容发心笑，口出无数光，遍照十方国，回光围绕身，三匝从顶入，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大势观世音，整服其手问，白佛何缘笑，唯然愿说意，梵声犹雷震，八音唱妙响，当受菩萨记，经说人地听，十方来正视，无悉知彼愿，至求严净度，受觉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知法如电影，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受觉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度，必成如是刹。诸佛告菩萨，令尽安养佛，闻法要受行，即得清净处，至彼严净国，便速得神通，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菩萨心志愿，愿己国无异，普念度一切，明显满十方，奉事亦如来，非化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若人无善心，不得闻此经，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曾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千净闻奉行，踊跃大欢喜，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速是见诸佛，要听如是教，声闻获菩萨，
莫能究胜心，譬如从生忙，欲行开导人，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二圣非所测，唯佛独明了，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道，尽会知本空，一节思佛智，穷力即讲说，尽受犹不知，佛慧无边际，如是至清净，寿命甚难得，佛事亦难值，人有信会难，若闻精进求，闻法能不忘，见境得大庆，则我善亲友，是故当发意，摄满世界火，必过要闻法，会当成佛道，广度生死流。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游寻，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此国度修菩萨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究畅要妙，神通无碍，诸根明利，其顿根者成就二人，其立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又彼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识宿命，除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现同彼，如我国也。佛欲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请，往一时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伎乐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生，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世所有，辄以奉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备，乃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其诸菩萨谦然心悦，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时之前，忽然轻举还其本国。佛欲阿难，无量寿佛为诸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时，都悉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
及时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积天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普散花香，奏诸音乐，前后来往，更相开闭。当思之时，悉宜快乐，不可胜言。佛遇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失。于其国度，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浊心，去来净止，情无所系，随意自在，无所事末，无彼无我，无净无诵，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润调伏无愤恨心，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等心圣心身心定心，爱法要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去心，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身禅定诸通明慧，由智七觉修心佛法，肉眼清澈米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竟诸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被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至求佛法具诸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兴是语要在正论，修诸善本至崇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寂灭，生身烦恼二余俱尽，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米不复载，究竟一圣至于彼岸，决断以往会由心出，于佛教法该罗无外，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净超于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一净故，犹如大地净慧好恶无一心故，犹如净水洗除尘劳诸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于一切有无所着故，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圣运载群盟出生死故，犹如重云震大法雷绝未绝故，犹如大雨遇甘露法润众生故，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如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首故，如泥居类树普覆一切故，如幽昙波花稀有难遇故，如金翅鸟微拂外道故，如众游禽无所藏机故，犹如牛王无能胜故，犹如象王善调伏故，
如狮子王无所畏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摧灭极心不计胜故，专要求法心无厌足，常欲广说志无疲倦，积法鼓建法床，要会日除痴暗，修六合境常行法师，智勇精进心不退弱，为是灯明最胜福田，常为师导等无增碍，唯要正道无余心期，拔诸欲刺以安群生，恭会殊胜莫不尊敬，灭三垢障由诸神通，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师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观诸通明力，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为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度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亦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恒结五恶道，恶道自然毕，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之所迁，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即长生，受乐无有极，然世人薄俗共争不及之事，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己计，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思事等，兵营愁苦累念积虑，唯心走使无有安时，有田忧田有宅忧宅，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食物复共忧之，重思累息忧念愁怖，横为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忧毒中中无有解时，劫愤心中不离忧恼，心坚意固事无纵舍，或作摧碎身亡命中，弃捐之去莫谁随者，尊贵豪富亦有私患，忧惧万端情苦若此，劫重寒热与痛共居，贫穷下劣困乏常无，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食物亦忧欲有之，事有衣富少衣，有事少事私有其等，事欲具有便复弥散，如是忧苦当复求所，
不能识得，思想无益，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念相随，情苦若此，亦节重寒热，与痛共居，或时坐之，终身夭命，不肯为善，行道尽德，寿终身死，当独远去，有所去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事，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增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长和，莫相为利，或时心争，有所恚怒，今世恨意，微相增嫉，后世转聚，至成大怨，所以者何？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应即相破，然寒毒蓄怒，结愤精神，自然克制，不得相离，皆当对生，更相报复。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志去苦乐之地，身自当知，无有待者，善恶变化，殃福易处，素欲言待，当独去入，远到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所生，杳杳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值，何不弃重视，各欲强健时，努力勤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即长生，如何不求道，安所须待，欲何乐乎？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会失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未知不然，终无有事，但作此故，且自见之，更相沾事，先后同然，转相承受，赋于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为善，不是道德，身于神案，心色异弊，死生之去，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欲者，吉凶祸福，尽各作之，无一怪也。生死常道，转相似利，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育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如此之人，蒙名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欲，痴或爱欲，不达于道德，迷惑于嗔怒，贪狼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去苦，生死无穷已，哀哉甚可伤。或时世家父子，兄弟夫妇，一死一生，更相哀悯，恩爱思慕，忧念结福，心意痛灼，迭相顾恋，穷日足岁，无有结矣。教育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不离情欲，昏蒙暗色，愚惑所缚，不能深思熟计，心自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遍玄至境，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总委愧扰，皆贪爱欲，获道者众，悟之者少，世间匆匆，无可聊赖，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聪悟，各怀杀毒，恶气扰民，唯望兴事，违逆天地，不从人心，自然非恶，
先随与之，自听所为，待其罪及，其受未终尽，便顿夺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辗转其中数千亿劫，无有初期，痛不可言，甚可哀悯。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遇汝，世间之事，人用世故，做不得道，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精戒，在人后也。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弥勒菩萨常跪白言：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听佛经语，贯心思之，世人时耳，如佛所言，经佛慈悯，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软动之泪，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经世，莫不纠畅，经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恩德普覆，福禄巍巍，光明彻照，达空无极，开入泥环，教授点览，威至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今得执佛，复闻无量寿生，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汝言是也，若有辞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今我于此世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以往，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点览智慧，众道之要，直持纲维，昭然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决证生死泥环之道。弥勒当知，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横，欲度众生，其已久远，从汝得道，至于泥环，不可称数。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畏勤苦，不可具言，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执，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吾祝尔喜。汝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路不尽，无可乐者，亦自决断，端身正行，亦作诸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整济，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常与道德和鸣，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欲寿一劫百劫
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无为自然，次于泥环之道，汝等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惑终悔，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重会，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作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批。所以者何？诸佛国度，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罪具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环之道。佛言：何等五恶？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何等消化五恶，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环之道？其一恶者，诸天人民软动之类，欲为众恶，莫不皆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戮，叠相吞噬，不知修善，恶逆无道，后受殃罚，自然去向。神明济治，犯者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阴、哑、愚痴、避恶，至有汪狂不待之属。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是有常道，枉法牢狱，不肯为甚，为恶入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出。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后世，由身由具，入其幽冥，转生受身，譬如枉法，痛苦极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转冒其身，改行易道，所受寿命或长或短，浑神精致，自然去之，当独直向，相从共生，更相报复，无有止矣。殃恶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猝报应至。善恶之道，会当归之，是为一大恶。一痛一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一大善也。佛言：其二恶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世家夫妇，都无义理，不顺法度，奢淫骄纵，各欲快意，任心自恣，更相欺惑，心口各异，言念无实，宁产不忠，巧言愚昧，嫉贤谤善，陷入怨网，主上不明，任用臣下，臣下自在，积伪多端，见度能行，知其行事，在位不正，为其所欺，妄损忠良，不当天心，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之志，
更相欺狂，各怀贪欲，嗔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贪多有，尊卑上下，心惧同然，破家亡身，不顾前后，亲属内外，坐之灭族，或识世家，知识乡党，势力愚民野人，转共从事，更相利害，奋成怨结，富有谦息，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敬，无所事护，独来独去，无依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然后乃悔，当复何及？世间人民，心与少智，见善增谤，不思目及，但欲为恶，谤作非法，常怀道心，希望他利，消散魔尽，而复求所，邪心不正，惧人有色，不欲思计，事至乃悔，今世现有枉法牢狱，随罪去向，受其殃罚，因其前世不信道德，不修善本，今复为恶，天神克制，别其名籍，寿终神事，下入恶道，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初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二大恶，二痛二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弥环之道，是为二大善也。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何，上有贤明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穷私贱邦劣渔夫，终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但念淫逸，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贪意守息，但欲堂德，面赖细色，邪态外溢，自欺厌增，私妄出入，废损家财，视为非法，交结聚会，兴师相伐，攻劫杀戮，强夺无道，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去德，欲积成事，恐事破邪，归己妻子，自心快意，极身作乐，或于亲属，不必尊卑，家事中外，患而苦之，亦复不畏枉法禁令，如是之恶，著于人鬼，日月照见，神明祭止，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初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三大恶，三痛三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弥环之道，是为三大善也。佛言其四恶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转相教令，共为众恶，两舌恶口，妄言其语，谗贼斗乱，增吉善人，败坏贤明，
余旁快喜，不孝二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不能自知，为恶无耻，自以强健，遇人敬难，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难可降化，自用言简，未可长耳，无所忧惧，常怀骄慢，如是众恶，天神既至，赖其前世颇作福德，小善福皆迎护助之，今世为恶，福德尽灭，诸善鬼神各去离之，身独空立，无所复依，寿命终尽，诸恶所归，自然破促，共去夺之。又其名籍记在神明，央救牵引，当往去向，罪报自然，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思之时，悔复何及？天道迥然，不得蹉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初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四大恶，似痛似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四大善也。佛言其五恶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惰，不肯作善，置身修业，家世眷属饥寒困苦，父母教诲嗔目怒应，严令不合，为利反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取与无节，众共患厌，负恩为义，无有报偿之心，贫穷困乏，不能复得，孤教纵夺，放自游散，串述唐德，用自振己，丹酒是美，饮食无度，四心荡逸，鲁户抵突，不是人情，强欲抑制，见人友善，妒及恶之，无义无礼，无所顾难，自用适当，不可见小，六亲眷属所资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生，不信作善得善，为恶得恶，欲杀真人，斗乱众僧，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愿令其死，如是世人，心意俱然，愚痴蒙昧，而自以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恶逆天地，而于其中希望侥幸，欲求长生，会当归死，慈心教诲，令其念善，开示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肯信之，苦心与欲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欲修善，临穷方悔，悔之于后，江河急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
灰阔杳冥，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待者，树之自然，因其所行，殃就追命，无得从舍，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与开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初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恶，五痛五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复，所作至诚，所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佛告弥勒，无欲汝等，世事五恶，勤苦若此，五痛五烧，辗转相生，但作众恶，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入诸恶趣，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招，世众见之，生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至其酒后，共作怨结，从小微起，遂成大恶，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慧，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结福，无有结矣，后己争利，无所醒路，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入，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以磨灭，身作劳苦，酒后大聚，天道持章，自然纠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灾可伤。佛欲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就善，弃捐所思，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所为失，终得度世泥环之道。佛言，汝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熟思之，能于其中端心正行，主上为善，率化其下，转相敕令，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佛与教诲，无感亏负，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无量忧怖苦痛之道，汝等于是广执德本，不恩施惠，勿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唯德立善，正心正义，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度，无为自然，皆积众善，无毛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唯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相期待，辛劳行困，饮苦食毒，
如是恶物，未尝宁息，吾哀汝等天人之类，苦心毁誉，教令修善，随宜开导，授予经法，莫不承用，在意所愿，皆令得道。佛所有履国义秋具，米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佛言，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甚于父母念子，今我于此世作佛，降化五恶，消除五痛，绝灭五烧，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吾去世后，经道渐灭，人民谄畏，复为众恶，五烧五痛，还如前法，酒后转聚，不可悉说。我但为汝略言之耳。佛欲弥勒，汝等各善思之，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于是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佛所说甚善，是人识耳。如来普慈哀悯，悉令度脱，受佛重会，不敢为师。佛告阿难，如起更整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十方国度诸佛如来，常共称扬赞叹彼佛，无着无碍。于是阿难起整衣服，正身西面，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白言：世尊，愿见彼佛安乐国度及诸菩萨声闻大众，说是于已。即时无量寿佛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诸佛世界，金刚为山，须弥山王，大小诸山，一切所有皆同一色，譬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皆悉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尔时阿难即见无量寿佛威德巍巍，如须弥山王，高出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米不照耀。此会四众一时悉见，彼见此国度亦复如是。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汝见彼国从地以上至净居天，其中所有微妙严净自然之物，唯悉见否？阿难对曰：唯然，已见。汝宁复闻无量寿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唯然，已闻。彼国人民乘百千游巡七宝宫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汝复见否？对曰：已见。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否？对曰：已见。其胎生者所处宫殿，或百游巡，或五百游巡，各于其中受诸快乐，如刀立天上，亦皆自然。尔时慈氏菩萨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生？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
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然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此诸众生生彼宫殿，寿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于彼国度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作诸功德，信心回向，此诸众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家夫而坐，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复次慈氏，他方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圣众，彼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皆无智慧，于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诸声闻众无由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佛告弥勒，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牢狱，种种庄严，张设床帐，悬诸增盖，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折内比狱中，既以金锁供养饭食、衣服、床褥、花香、祭月，如转轮王无所乏少，于意云何？此诸王子宁要彼处否？对曰：否也。但种种方便求诸大力欲自免出。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智故，生彼七宝宫殿，无有刑罚，乃至一念恶事，但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修诸善本，以此为苦，虽有娱乐，犹不要彼处。若此众生识其本罪，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亦得遍至无量无数诸于佛所，修诸功德。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疑惑者，为师大力，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己所不退菩萨生彼佛国。佛告弥勒：于此世界六十七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一一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次如弥勒者也。诸小横菩萨及修习少功德者不可称计，皆当往生。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度亦复如是。其第一佛名曰远照，彼有百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二佛名曰宝藏，彼有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佛名曰无量音，彼有二百二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四佛名曰甘露味，彼有二百五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五佛名曰龙胜，彼有十四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六佛名曰胜利，
彼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七佛名曰狮子，彼有五百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八佛名曰离垢光，彼有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九佛名曰得手，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佛名曰妙德山，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一佛名曰人王，彼有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二佛名曰无上花，彼有无数不可称计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所修坚固之法，斯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佛欲弥勒，不但此十四佛国中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十方世界无量佛国其往生者亦复如是，甚多无数。我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及菩萨比丘生彼国者，昼夜一劫尚未能尽，我今为汝略说之耳。佛告弥勒，其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则是具足无上功德。是故弥勒，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闻是经法，欢喜信要，受持读诵，如说修行，所以者何？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若有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佛欲弥勒，如来心事难执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菩萨圣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故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是教，应当信顺如法修行。尔时世尊说此经法，无量众生皆发无上正觉之心，万二千那由他人得清净法眼，二十二亿诸天人民得阿那含果，八十万比丘漏尽异谢，四十亿菩萨得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于将来世当成正觉。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大光普照十方国度，百千音乐自然而作，无量妙花纷纷而降。佛说经已，弥勒菩萨及十方来诸菩萨众、长老阿难、诸大声闻、一切大众弥不欢喜。
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